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时戴的礼帽，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时使用的公文包，周恩来戴的上海牌手表，周恩来留学日本时的日记，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欧14国时戴的草帽，周恩来转战陕北时用的木箱，老照片，周恩来、邓颖超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合影，老照片，五一国际劳动节周恩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与献花的少先队员刘百坚一起交谈，周恩来在病中油画